华人移民旧金山的历史虽然已经有160多年，但这里的人们依然保持着春宴的传统，迎春团拜，联络乡里，一场宴席是少不了的。啊，新春门人士啊，我啊，广州回军啊，奖赏啊，陈皮宴啊，全部陈皮啊，啊，千人陈皮宴啊。78岁的蒋康荣，为了这场千人宴，已经忙了整整3个月。筹备这场春宴的刚州会馆是海外新会华人的同乡组织。作为会馆主席，蒋康荣必须在一周内同其他董事们一起把各项事务一一落实。美国刚州总会馆春宴联欢通告，谨定于2017年3月25日星期六下午6时。这里是旧金山的唐人街，亚洲以外最大的华人社区。19世纪末，中国移民被运来加州修筑太平洋铁路和淘金，留下了一段血泪史。而如今，这里已然成为了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和全美不可小觑的华人社区。蒋康荣希望在唐人街摆一场陈皮宴，让父老乡亲能一品家乡的味道。别说在美国难以买到道地陈皮，连普通陈皮应付着千人陈皮宴也显得捉襟见肘。于是蒋康荣联系到了旧金山唐人街最大的中餐馆，大家一起来商讨着千人春宴的安排。有陈皮葱爆羊肉咯，系嘛？有陈皮鸭豉鸡啦，陈皮手撕鸡，系啦。做咗27年，你都唔想管啦，系嘛？冇啲生意，我点企喺度企27年啊？1972年初，蒋康荣还在香港办着杂志。1972年底，他从香港搭船，一个月后到了旧金山。除了2包陈皮和一家人6张嘴，蒋康荣一无所有。于是他到饭店刷盘子，把工作帽当成学士帽，把围裙当作学士服。3年后，凭着自己的努力，他盘下了现在的这家店，开始给美国人做中国菜。这一做就是整整27年。一条青筋啊，苦老肉啊，糊的苦老肉，一个饭或者一个面，5块钱啦、啊，你看看，我有一个目的，就是为孩子将来，所以呢，多少辛苦我都要做。回到家，老两口这碗广东人都爱喝的梅菜陈皮汤，勾起的是故乡的味道。3年前我打他们，我先会啊，先会那个桂峰山啊，他们很喜欢啊。我问他们，他们也都香港。香港好玩，好，还是乡下好，乡下好。如今儿孙满堂的他，笑称自己的家像是个联合国。50年岁月流转，蒋康荣乡音未改。他把照片挂满一墙，想要告诉孩子们，无论走多远，都不要忘记家的方向。与蒋康荣一样，那个时代移民美国的华人，他们的境遇与100多年前的早期华人移民相似，没有带财产，没有带家当，
唯一能带的就是一丁点家的记忆和念想。什么都不要带，就只有个陈皮啊！现在有几十年的陈皮啊，一定要带到美国去，是吗？什么没有的，我那时候中国大陆只带了那个陈皮过来而已。陈永兴在唐人街上拥有三家自己的蛋糕店，此次受蒋康荣邀约制作千人宴的蛋糕。会馆说要做一个陈皮蛋糕，做一个蛋糕是好普通的，但是你要做一个主题特别出来以后，那要想办法了，怎么操作了。地道的新会陈皮离不开新会的水土，这些远在海外的侨民很难吃到正宗的家乡味道。睹物思情，思考了许久的陈永兴终于想到了制作陈皮蛋糕的创意。想来想去，做一棵树，跟那个有果在，还有那个陈皮在外面当成一个土地。因为我以前我们吃干的时候就一打开就是三块，就是所以用这个方法在旁边做一个那棵树，就是可以叠下来，下面有干，还有那个花草地上一样。为了保持造型和糕点口味，他将陈皮粉撒到蛋糕中，而且只能现场搭建制作，时间和塑形都成了一场不小的考验。我还用特别买了一只冷气回来，马上把它凝固上来，不然全部塌掉。陈永兴制作的陈皮蛋糕俘获了在场所有宾朋的心，美味固然不可或缺，但宴会上宾朋们最珍惜的是宴会举办人蒋康荣不辞劳苦让新会华侨在异乡再次聚首的心意。新会人远走他乡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为了谋生，新会人不得不漂洋过海。人在他乡最能依靠的就是讲着共同方言的自己人。冈州是广东新会、台山等四个地区在隋唐时期的古称。冈州会馆成立之初，是希望新会人不管走到世界哪个角落，在面临任何困难的时候，都能在会馆找到帮助。如今，冈州会馆遍布于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世界各地。新加坡的冈州会馆同样有着一位忙碌的人。早晨，英英爷爷，唐生早晨，今晚见到好开心啊！郑社新，冈州会馆副秘书长，83岁高龄的他，仍然不辞辛劳地负责着会馆的大小事务。今天，郑社新要与一位老朋友在冈州会馆见面。老朋友周启士在新加坡开有一家中医诊所，仓库里满满的道地药材，当然最少不了的是故乡的陈皮。
要是问的自己的亲戚的话，他们会比较信任他们嘛，所以他们叫他们去选供那些品质比较好的。所以虽然这个是蛮新的，但是味道还不错。周医生刚从新会老家回来，为郑世新带了一份难得的礼物。系啊，有党参啊，有红枣，仲有我哋家乡。这是我们家乡里面的最出名的三宝之一啊，广陈皮啊，这个的作用可大。80年代，那我去到中国，每个就送那个陈皮。那个时候不懂啊，陈皮将珍贵。如果说冈州会馆是新会人在异乡共同的家园，那么陈皮就是新会人走到哪里都会带在身边的家的味道。今天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中秋节。每逢佳节，黄球老先生一定会带着子女亲眷从香港回到新会老家，邀请乡里共话佳节。13岁辍学，16岁抗战爆发，17岁逃难香港，从在工地做苦力讨生活，直到拥有自己的产业。上世纪80年代初，黄球开始一笔一笔往家乡捐款，修路、铺桥、建学校、医院。老先生从未忘记过新会家乡的人们。中秋家宴成为他与家乡人连结的重要纽带。家宴中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就是家乡的陈皮月饼。雷志坚师傅每年都要一直赶工到中秋节下午。顾客们对他用特殊食材制作的月饼情有独钟。这最后一批月饼因地制宜，是陈皮与冬蓉做馅儿，加以白糖、花生油等调味料，为的是让这一年的中秋节有最淳朴的味道。一道陈皮月饼，连接的不仅是他乡与故乡，更是与家人团圆的思念。中国人的节日少不了美食作伴，更少不了那一口熟悉的滋味，因为那是家的味道。叫茶枝，是薄枝根。呢只蚬枝根咧系原枝生长嘅，就冇薄枝嘅。同埋佢用地下水直接我哋生活茶坑村入边种植嘅。对于阿燕来说，每年12月是最为忙碌的季节，因为就在这段时间里，
家乡的大红干熟了。这里是香港的油麻地果栏，五年前阿燕和老公阿辉在这里盘下了一个铺子，三年前他们开始主营新会干。你看几时得闲来啊？十五号，今日十三号，十五号，即系星期四。阿燕家的干通常都是客人提前预定，论箱卖，一箱60斤。周围的铺子也卖新会干，200一箱，阿燕家卖400。这次有客人一下就要40箱，阿燕的铺子里没有那么多存货，答应客人后天就送货，看来他又要回一趟新会了。这是他们这个月第8次走在这条路上，21个月的小女儿已经习以为常了。如果从在妈妈肚子里算起，这3年来，因为新会干，她已经这样跟着爸妈跑了3年。新会是阿燕的老家，15岁跟着父母移居香港。后来嫁给阿辉，成了一个香港媳妇儿。只是一进到甘源，阿燕又回到了那个吃着家乡甘长大的新会姑娘。这是阿燕在老家的10亩甘源，今年总共有8万多斤的产量。在她心里，有一些东西比这些个数字更重要。我只要闻到新会干就想起了我的婆婆。新会干我从小就不认识的，就是她教我的。很多时候就是我婆婆，她就是坐在一旁，她又开皮，我就跟着她学。这个回忆对我来说很重要。这好多啊！去到香港和父母团聚之前，阿燕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外婆在一起的。生的是我的妈妈，但带她，带到我的是她。妈妈。干的味道就是我婆婆的味道。这是阿燕今年最后一趟回新会，因为甘园里的8万斤干已经全部摘完了。再有客人要就得等明年了。有人劝阿燕，自己种自己卖实在太辛苦，不如做收购生意。可是阿燕不干，有着外婆味道的新会干只有自家人在泥子塔下种出来，收上来摆到油麻地果篮的时候，她才最有底气。系喎，可以啦，啦。食唔食得？系啦，系啦。爸爸帮你啊，爸爸。滴仔水，爸爸等你入，爸爸。回到油麻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他们要把干都卸下来，明天一早就有客人来取。以前自己没这么辛苦过，所以这是压力，也是习惯。香港人很多都是由习惯慢慢的成长，我也是这样的成长过来的。当初小时候的梦想跟现实就是差别很大的。阿辉有时候挺心疼阿燕，在卖新会干之前，阿燕就是家里那个小鸟依人的小女人。还有为什么现在我会站出来工作，就是看着我的老公这么辛苦，我会心疼，因为我爱他。
这一个多月每周一次，他们头一天下午关了铺子从香港回新会，第二天下午三四点返回香港。阿燕从小要做个少奶奶的梦想，也许就在这一条往返于新会和香港的路上实现。天下无不散的筵席，中秋过后，黄秋先生将返回香港。当所有离愁别绪涌上心头的时候，他写下了自己的心声。蒋康荣和老伴儿在自家小院种下了一棵柑橘树，熟悉的味道时常能让他忆起魂牵梦绕的故乡。每次来刚州会馆，郑社新都像七岁那年第一次走进这里一样，敬天敬地敬祖先。这些细节之所以深深地刻印在脑海里，是因为他和母亲就是在这里与失散多年的父亲久别重逢。几十年过去了，郑社新一直对刚州会馆有着特殊的感情。如果在外地来讲啊，我们说我们是新加坡国民，如果问起来啊，祖先在哪里啊，当然是中国。从采摘下来那刻起，陈皮就开启了他的旅程。烈日敛去陈皮的水分和颜色，中国人把陈皮带到世界各地的茶桌、餐桌，让不同国籍、不同文化、不同肤色的人相识相知，共同沉醉在东方的味道里。在陈皮出产的国度，更多有梦想的平凡人在各自的领域上深耕。他们相信，为梦想、信仰付出汗水后，才能收获陈皮的智慧。陈皮走下茶枝干的枝头，走向世界开阔的舞台，走向远方。但远方也并非陈皮旅程的终点，终点是你的身边。